师兄，少林达摩剑呢？相公，你别管这事儿。那就别怪师弟无礼了。师兄，刚才让我们两人一看到少林寺剑刺是我达摩剑，你为什么要倒倒他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明是想把达摩剑卖掉，转身不义之财。休得胡说！虽然我是少林俗家弟子，但是我也不会干这种胡道。那你把达摩剑带这里干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胡说！叫！师兄！大哥，他们来了。好，弟兄们，准备出击。有，叫，叫。饶命！老规矩，今天我放你一条活命，回去告诉钱多多，就说我们老大三节棍收了他的礼物，如果他不把今年的粮食交出来，那就小心他的狗命！滚！撤！老板，有吃的吗？有，里面请。好。把马喂好啊！好嘞。老板，哎，上酒。好，客官，有刚吃过的牛肉要吗？好吃的尽管上。哎，好，小二来了，来了，客官，这是您要的牛肉，还有酒。客官，请慢用。客官，看您这位模样，不像是本地人呀。想必是从中原而来吧？不愧是见过走南闯北之人，好眼力。客官，看您这穿的呀，并非凡夫俗子，一定是到这儿来做大买卖的。此话怎讲？每年8月15前后，来我们这的人呢？都是做大买卖。这年头，别说做什么大买卖，能活命就不错了。哎，那是那是那是。
谁偷了我的东西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是钱多多手下干的。钱多多是何许人也？客官，你先把剑拿下，我再告诉你。说。客官呀，此地并非久留之地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此话怎讲？此乃大漠边疆之地，历来官匪勾结，鱼肉百姓。这钱多多啊，是当地的一名员外，他勾结当今知县胡瓜，欺行霸市，纵容手下无恶不作。凡是第一次到咱们这里的人，都会被他手下盯上。然后只要发现你有钱，他们晚上就会用烟雾迷昏到客人，然后盗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啊。好大的胆子啊！没有王法了。走，站住！走，站住！喂，站住！无法无天，没有王法，没有王法。二位且慢，二位为何被打成这样？哎呀，我们是外地人。在这里做生意，被潜伏的人偷走了我们所有的银两。我找钱多多理论，他不但不见我们，反而把我们还打成这个样子。岂有此理！哎，大侠，千万去不得，潜伏布置森严，你根本不可能靠近钱多多。如果你真想报仇的话，最好等到天黑以后。